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今日伫自由工商举办今年度第三场的大型就业博览会，邀集台南81间的厂商，拢共是提供了4210个工作机会。伊为了要提高美海记录，劳工局嘛来提供履历咨询、面试模拟等大型的服务，希望民众会当找到好的头路，企业嘛会当找到好的人才。今年度第三场大型就业博览会七号在自由工商举办，邀集台南81间厂商提供4200个工作机会。请启动，请贵宾把那个拿开来，看到了我们就业好顺利。等于要说啊，有一个好的工作，那过个好年，那未来啊前途就无限。那非常感谢各位，也谢谢我们各大工会，不仅提供了面试的服务，也提供了履历的撰写，更提供了啊线上啊视讯的啊口试哈、哦、这个面试哦，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机会。人局表示，但是今年顶半年出产招商成果累计达750亿。是地方政府的第一名，首将持续招商引资，积极促进经济发展，看创造优质的就业机会。今天是第三场的就业博览会，开阔了4200个工作机会。那累计今年三场下来，已经提供18000个工作机会的部分。那我们出门率都达到50%以上，协助厂商增加市民就业。只有到今年8月，一定举办人才活动将近200场次，大型就业博览会提供努力健康诊断、面试模拟、看美容美发等服务，好求职的民众在面试的时阵，会当呈现上完美的一面给企业主，增加媒合率。记者孙颖和东区采访报道。